厉害，我的棒棒，这个棒棒握下去你会唱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啊、哦，很亲切啊、哦，大小适中，握起来很舒服，来握握看。那这个小东西呢，只有看到直播有用到哈、哦，会介绍到。那这个时候你们看一下，它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？因为有时候灯哈、哦，我们在紧急的时候都是临时灯，不用 stand， 不用 stand 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握，这个线够长。那这个也可以背，然后我通常我是怎么做？我这边放 V 挂扣上去之后，我就变成一个行动灯源了。哦，背先生。然后来这个你把它转开，看你们转得开。好，转到死也转不开。好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转不开。进来转，要不然你要去找罗赖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技巧很多人不知道，就去找罗赖吧。事实上，它是一个很好让你能够松脱的一个很好的装备。好。转完了之后，这时候秘密又来了，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、我们出去哈、哦、会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忘了带灯脚。不要说你不会，我这辈子三十几年来也忘了十几次哈、哦，忘了带灯脚。忘了带灯脚，我们咋办呢？嘿，这里头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的救命单呢。这个东西平常放在包包里，变灯变什么？三脚架变灯脚。哦、这个头平常没有人在买，可是送给你们就是救命的小东西了。Okay. 好，那这个小东西呢，我们。有看到的人只要截图索取才有算哈，我不会主动送的，因为这三位太帅了啊。他们来挑的东西刚好都是 BOSS 这边哈，自己同仁都在买的东西。好，这里拿好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出去直播补光的时候，或者是拍片补光的时候，来，嘿嘿嘿，懂了没有？还有，有时候我们要打低脚灯的时候，那所有的两只手都让你有了。那你过去你只能这样做，那这样做有个坏处就是，当这个灯到三四个钟头使用的时候，有点烫，好、哦、微热的山丘，但是不会烫死人，但是也是不爽，最起码这样握着，嗯，好、哦、姿势正确，雄壮威武，但这个摆好位置，好，那以上这个小礼物呢，哎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哦，啊，这一只有点歪，换一个比较好。大家好，谢谢啊。